大家分享是身上今年新出的12A。那我手上这一只呢是一个大 mini 的金币包，款式来说的话，它就是可以说是一个改良版的大 mini。然后最主要的是它的金带的亮点，金带上面的话是上线了几个就是不同形态的一个金币。整体的感觉来说的话，包身比较简单，但是金带的话它看起来是既复古又精致。五金呢是采用的一个纱巾，然后皮质是一个它是一个小球纹的。那我手上这一只呢是一个全白色的，我们看一下它的内里，内里呢没有做多余的隔尘设计。那像大 mini 的话，它是有一个内拉链带的，然后的话内衬呢是一个黑色的。然后整体来说的话，就是如果说你想要选择入手一只款式看起来经典，但是呢又要在经典上面多一些小心思的话，自己买20A的一个大 mini 的金币包还是很值得入手的。